大家好，我叫 Stella，是一名专门帮助外国朋友学习汉语的老师。我知道很多外国朋友在学习汉语时都会遇到发音、词汇记忆、语法理解等方面的困难，但别担心，这些问题我都有办法帮你们解决。我会用简单易懂的方式解释复杂的语言点。还会设计各种有趣的练习和互动活动，让你们在轻松愉快的对话氛围中掌握汉语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会根据你们的学习需求和目标，制定个性化的教学计划。无论是想通过 HSK 考试，还是想在生活工作中更好的运用汉语，我都能帮你们轻松实现。如果你正在为汉语学习而苦恼，或者想要更快地提高汉语水平，那么请加入我的课堂吧。我已经成功地为很多国外的学生实现了他们的学习目标，克服了学习难题。同时，也欢迎你随时给我反馈，让我们一起进步。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在汉语的世界里相遇，一起创造美好的回忆。快来和我一起开启汉语学习之旅吧！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期待与你们的合作。我们下次再见。